我要精神分裂的，我估我享受精神分裂咯。翻译和创作是两件回事嚟嘅。咁我觉得翻译的难度就是在于咧，你要掌握到原著嗰个精髓，但是又要听落咧系好地道。我而家做紧一个戏啦，讲美国大萧条之后农民嘅生活，佢哋全部讲嘢咧系嗰啲美国南部嘅英文啦，夹杂好多佢哋嘅潮语啦，其实系当其时嘅。咁然之后又会有一啲粗口啦咁样，因为人哋讲人哋嗰啲粗口同我哋讲我哋啲粗口，其实嗰个韵味都系唔同噶嘛。咁你就不能够直接直译嘅。舞台劇又好，電影啊，其實我哋是一個合作的藝術嚟嘅，即係總係有很多不同單位的人，他哋係會將佢自己的創意加入去你個作品裏面嘅。我很享受嗰個一起創作啊，一起傾啊，一起去排練的過程，因為我覺得可以很多人的腦擺埋一起，然之後就可以百花齊放。我的 More Than Sleep 是我想發一個好夢，那個好夢不一定是要很甜蜜，它可以很恐怖都可以，這些天馬行空的夢會是很好的幻想故事，即可以豐富到我的創作。床褥對於我來說是飛尖，它可以帶我飛去第二個地方，可能是外太空又可以，一個夢想的樂園又可以，然後它會再回我回家。 DPM Dr. Pillow and Mattress More Than Sleep.